大家好，我是米娅，欢迎来到米娅的频道。今天呢是一集 vlog， 然后就是今天就很无聊，所以就想说你们都很喜欢看 vlog， 我就来拍一集 vlog。 然后现在时间其实已经10:30，就是我们学校是8月才放暑假，现在都还在线上课。我刚已经上完一堂课才突然想要录一集 vlog， 然后我今天还要一直上课到4点。那我们就今天应该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啦，就是短短记录一下一天。我今天早上还低血糖，然后头超级晕，然后嘴唇直接发白，然后冒冷汗，超可怕。我看起来好肿。好，走吧。我每天都会泡一杯这个花果茶，我就是觉得很好喝，饮料又太肥，然后这个又是没有什么热量，这是枸杞，你看我的空气凤梨，我要给它浇水。我最近呢很想要提高我的出片率，就是可能一周2部影片这样子，但其实有点困难，因为我一周剪一部影片其实有时候都已经有点极限了，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出很多片，不要说讲求速度呢，影片就没有品质。这里面还有这个，它是绿葡萄干。把杯子拿下去洗吧。不如你们有没有发烧？36.1。我就先专心上课喽。刚才呢就在拍照，然后之后我会发到 IG 贴文，你们要记得去按赞哦。我等一下又要上课了啦。哦，我好想吃零食啊！我很久没吃了啦，我好想吃零食。我今天早上低血糖，然后头超晕，然后嘴……哦，好像讲过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去吃，不然呢，我等一下又低血糖，然后我就晕倒，那就哎。我们来去拿零食。不知道你们看我的 vlog 会喜欢就是这种我一直讲话然后用讲的，还是你们会喜欢就是记录事情然后我就是整支影片静音然后放音乐，看你们喜欢哪一种之后就拍哪一种。这个很好吃。其实我们家零食柜还蛮多零食的，但很多都是无糖的零食，就是没有热量的零食。来吃自肥，哦耶，自肥！今天晚上在做仰卧起坐跳舞，弥补一下。每次吃零食就很有罪恶，然后我就会疯狂的做仰卧起坐，然后就会没那么罪恶。那真的超好吃的，那饼很香，很脆。里面那个 cream 超好吃的，爆出来！下午又要继续上课，我下午只有再2堂课，然后就放学了。哦耶！妈妈帮我爆了爆米花。我们家的爆米花呢，那个爆米花机是不用加油的，所以这个不会肥，它就是很天然的玉米，然后爆起来而已，看起来超美味。Hello， 现在
的时间呢已经4:05，然后我也下课了，但是我等下5:30还有一堂课后的英文课，我现在想要去跳舞运动一下。准备上英文课啦！我真的是要死掉，真的是要死掉，真的是要死掉！我刚又跳舞跳了很久，然后我直接暴食。对，拿瓶牛奶。是隔天了，然后因为昨天我跳舞太累，然后去洗澡，然后就睡着了，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赶快来录一下结尾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对了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下，我昨天穿的那件衣服我并没有穿反，好吗？我昨天发一篇 IG， 然后大家都说我衣服穿反，它本来就是那样设计的，我没有穿反。如果我穿反的话，那个图案不会那么清晰。OK， 我没有穿反。